孙耀威爬起了买车。只要是你给的一切我都想要，不管你的付出有多少。然后我昨天发现40岁的港星孙耀威打算在台买车四地，认真在看600多万元玛莎拉蒂的 Gran Turismo 撞油车款，他卡刷一刷签一签就买了。呵呵，男人这么豪气来看车房价呀，你觉得会不带上女人吗？是的，孙耀威的女友陈美诗也来了。哎呦，但这样真不好认啊。事实上她的确不好认啊，好端端的一个美女下巴却越来越尖锐，尖锐到被港媒指向惊声尖叫啊。哎，还记得孙耀威去年底来台说到陈美诗吃到拍咪呀，他说他就是去朋友家，然后看到那个动物太喜欢他，就去怎么去咬他的手啊，但是他那个动物那个小狗刚刚大完便，所以细菌嘛，细菌感染，结果就拉肚子了。没错，陈美诗吃到狗大便的小故事就这样流传在民间。如今见到美诗健健康康的来台湾玩，也算令人安心了。哎，但不知怎的，男人看完车就心满意足，先落跑了。徒留曾吃到狗大便的美诗在销售员护送下上小黄一去。苹果娱乐网有了车子旺马子啊，报道。